来自文莱文化的 CH2。 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吗？想说的？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好可爱。全村哪个村啊？全村就是不告诉你，我怕我们村被人就天天到我家骚扰我爸爸。哦，村民有那么厉害吗？就是他们万一想跟我爸套关系，然后看有这么好看的闺女什么的。所以你是你们村的村花是吗？对。好，那我们先看你们表演吧，好不好？对。杨超越，你跳舞的时候别数拍，对，非常明显，而且你又穿白的，特别明显，那个嘴巴的五六七八，一二三，换个动作，转一个圈，我不能错，我错了会影响到他们，我就。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遇来到这个舞台的？我就是那个有个通告，2000块钱，然后还管饭吃。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就跟40个女的，40个女孩子在一起，然后训练，然后选。为什么你要哭啊？为什么激动成这样？不是，我是刚才那情绪没缓过来，我就是40个人选8个，然后进来的。你还做过什么工作吗？剪过拉链，还有缝过缝纫机里布啊，就是那衣服的里布，还有咖啡厅，端盘子什么的。那什么时候会有让你有一个想要当艺人站在一个舞台上面的一个冲动？一直都有啊，但是感觉啊，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女团嘛？那女团都是腿尬长，然后长得又好看。你不会藏到这里来。藏到这里来应该不会来这里，是到世界金世纪录，你知道吗？到这是82分，你知道吗？很可爱，我觉得你有一个观众缘的感觉，你知道吗？很多想要当艺人可能条件都比你更好，但他唯一输给你一个条件就是没有观众缘，知道吗？所以你就是会被人家记住，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既然对这个舞台是希望的，有梦想的，那你就要更努力去做好，而不是数拍子。好，老师，我下次你见到我的时候，我就会跟上面那些小姐姐一样坚强，是吗？对。好，继续加油。水平太烂，实力是可以提升的，但是观众缘这一说没有，他真的没办法了。我觉得你如果给他 A 的话，上面人没办法扶的。是的。经过我们达成一致，首先呢。F 两位，杨美琪、赵玲，谢谢。然后进入 D 的一位，杨美玲。
的吗？真的。谢谢谢谢谢谢。进入 C 的杨超越。老师真的吗？假的。你退赛吧。谢谢老师。C C C， 这组完毕，可以入座了，谢谢，辛苦。谢谢老师，谢谢，这边请。谢谢谢谢谢谢。好。好不好？所以是我看你这么帅，这么英俊潇洒，一定拍照。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会不好意思的。对对对，那天拍法拉利真的是。他现在变成我们公司的摄影师了，你们看到808的衣服可能是他拍的，但他今天已经化身变为宅男风格。你知道宅男是怎么拍的吗？宅男是怎么拍照片你知道吗？这么拍的呀？不是啊。什么呀？蹲下来拍的呀。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觉得长头发的人都比较有个性。那我留长头发你会喜欢吗？留长头发。对，我留长头发你会喜欢吗？你要不留在，你要不留的长一点，留到屁股那儿剪了，给我接头发用吧。我请你喝奶茶。你请我喝奶茶，那我留两年头发剪下来给你，还不如我留下面的头发长一点给你，还弯的，你不用烫。你要不要？我不要，我就要直头。你要不用烫的好吧？啊，不用烫的比较好。我喜欢长头发。你喜欢长头发？我喜欢直的，因为我头发有点自然卷，有点不好。啊，可以了。你头发很长吗？不头发剪短。你们现在，那你现在还没谈过恋爱，说不好听点，就是没谈过恋爱哦。嗯，怎么说呢？反正也是有模模糊糊的谈几个。谈了几个？你的医学还在吗？他们问你。两个。你的 first bar 还在吗？瞬间不会回答了。瞬间不会回答了。哎呀，出去！你说你们这帮人。不在了，不在。千万不看，这个是金的。哇，我能看一下吗？能看一下吗？哎呀，哇！带着头绳呢。哇，金的，你们看，金的哎！哇，你手怎么这么毛啊？你幸运一定很强。没有啊，我就你幸运一定很强。你幸运，你看你的幸运，你看他的幸运一定很强，幸运一定很强。你说你幸运强不强？我还有胡子呢。我有胡子啊，看金子，真的幸运，你幸运一定很强。你看我下面干嘛、啊？你好毒、啊！你是不是有青光眼？眼神他妈第一眼就，我跟他说幸运很强，你看看。不是我个子太高了，所以我就 看回放，他也是望了我一眼。我是很大，真的很大，我真的很大。你头挺大。对啊，头很大。你脸也挺大。对，龟头很大。你有脾气吗？我有脾气。来了好多人。妹妹成年了，妹妹成年了，没过分，没有。纤秀是什么意思？一脸嫌弃。地花之秀吗？过分了，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素质极差，素质极差。对。怎么讲？边走边聊。对，一个月10000块，什么都不用做，坐在那边玩游戏就好。天秀，你太小看天秀是什么呀？哎，千万不要精虫上脑。对，你知道精虫上脑是什么意思吗？听过精虫上脑吗？欲望操控你的理智。精虫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是一种虫，这种虫一上脑，你就会为了它花很多很多的钱。沿着心血管上升到脑。不是沿着心血，因冲着你的，冲过你的前列腺，男人的前列腺，这种病只有男人才会有。男人的前列腺，然后直接到，不是，就从他的前列腺分泌液体，然后直接上你的大血。那锯掉不就好了？冲到大血到你的大脑，你的大。你把它锯掉不就好了吗？前列腺是锯不了，前列腺是可以锯。前列腺怎么锯？前列腺是你的身体的一个部位。你身体只要不把心脏截了，你哪里都可以截。你把你的肺截一截，你呼吸不了了吧？不是，就是五官，就是手啊、脚啊、腿啊。你继续说，你继续锯掉。鼻子也可以锯掉啊，耳朵也可以锯掉啊，哪里都能，就是头部表面的东西都能锯。然后锯一个，你锯一个。那你锯，你锯男的？我不锯，因为我不。那就是嘛，对不对？他们在说精虫上脑，我在跟你说精虫上脑的东西。李时珍的秀。锯掉去，锯掉精虫上脑。我就说嘛，人家就是有人家得那种什么癌的，都是锯掉了。锯。这女的有直播房间号吗？这女的没有直播房间号，你有直播房间号？她这个人，她叫我这女的。
他不应该叫我小可爱吗？啊、哦，哎，我们熟悉一下。对，想知道以后想看更多的节目的话，点一点房间的订阅，带他上高速。Party 什么时候？今天晚上7点，你们可以过来看他们跳舞。我家啪啪啪啪，然后9点半约他，10点半在家。然后啪啪啪。不是，他那个音乐是。你啪啪啪啪过吗？实话实话，啪啪啪啪过吗？对，啪过，每个人都啪过。啪的时候感觉有没有刻骨铭心？第一次的时候，手痛吗？用力肯定痛啊。用力肯定痛，痛完之后呢？被拍出血了。麻呀。很麻。嗯。有没有觉得手很紧？冬天的冷了很紧。哦，对，这样子。可以挤对不对？伸开的时候有点紧，对，伸开的时候蛮紧的。